怎么办？可是我要吃肉。那爸爸没有得吃了，也怎么办？肉。你要吃干净，你看你那个还有很多肉，另外一只也是，对呀，不可以浪费。哦，还有很多，你慢慢吃没关系，你看还有这么多。哇，又吃到一只鸡腿了，这个小孩很爱吃鸡腿，为什么这个小孩那么爱吃鸡腿？然后又不吃鸡蛋，哇哇！你吃的肚子大起来了，你变成大肚子了，你变成光头老板了，没有，没有呢？巡航机，穿越美我食，看不到后面的你看不到哪里？那个。那个是什么？咻，太好吃了！哇塞，哇塞，这个太好吃了吧！哇，色香味俱全。哦，你挡住你了。对不起哈，挡住你了，已经吃了4只鸡腿了，哇，